袁彩云在适应之后，一家人就移居了去加拿大生活，他还做了 KOL。 虽然袁彩云已经去到轻熟女的年纪了，但是他经常都会做 gym， 还戒了白糖，身材保持得非常之 fit 啊。每次拍片他都会戴晒纤瘦的水蛇腰和马甲线。最近袁彩云又拍变装片了，由家居休闲服换上型格的衬衣，而拍摄的地点正正就是他在加拿大的豪宅。可以看到个厅非常之阔落，四周围又有窗，采光度十足，还可以看到二楼的房间添啊。